哎，夏大当来啊，。文杰，哎，你受伤啊？无啥要紧啦。哎呦，莫怪我安尼吼，这两天目睭皮皮出啦，原来就是你出代志啊。阿娘，莫大惊小怪啦，无啥要紧啦。得要用钢钉来，才是要紧是无？你会受伤啊？我一点仔都无奇怪。台湾民主国军队咧，就敢那最近下地同款，一百多地，即卖一挂败兵战将。就像像你安尼，一直为家人一直来台北。哎、欸，汉庭。哦，汉庭，哦，汉庭，来。来。阿爹婆。乖。文杰啦，啊，你无替阮两个老的想，你嘛要替汉庭想啦。阿爷佫遮细汉，啊，万一你若出代志，要叫伊靠上啊。以后唔知当时才佫再抱你哦。阿娘。我要来去啊！你给我等嘞！啊，文杰啦，啊，你着受伤啊，啊是要搁去倒啦？我转来看恁一下啊，马上爱转去。团连义勇军需要我啦。义勇军即摆是用比什么连转啦？你敢当也毋知影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是无？山若要倒，你是要用什么去甲扛啦？但是阮阁有上万个人，还袂甲日本军正式交手啊！文杰啦，啊，听阿爹甲阿娘的话啦，失去遐尔啊乱，咱守好家己的家，顾好家己的性命就好，外口的代志莫插啦，吼！我要来去啊！你，文杰，文杰，老爷，你看。啊！快打我！滚一边去！哎，让开！哎，让开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！开什么开了？哎，你是我男嘛啦，好吧？别管了！哎呀！哎，大林子，你快去！哎呀！不要进来！大林子，哥！哎呦！哎，大林子，快走啊！不要进来！董少爷，饶命啊！董少爷，饶命！把钱拿出来。我银两拢无啊，都剩只孤档尔尔啦。嗯。董少爷，落来吃，你拢摕去啊。下回痛快点儿。董少爷，啊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哼，老太太，你给我装傻是不是？打官腔？问我什么吩咐？小爷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玩啊！哎，董少爷在这，还不快点把保护费交出来，然后再把所有女人叫出来，陪我们董少爷喝酒。
哦，董小姚要女人哦，无问题啦。姑娘，弄出来哦，陪董小姚啉小酒啦，好，来，进来。董小姚，这么快就来，你哪个不来都来呀？哎呦，这么不来呀？董小姚，你就选一个进房间吧。庸脂俗粉呐、啊！台湾就没漂亮姑娘了，去给我找个像人的来。董少爷，他们哦已经是全邦港熊素颜呢。呸！给我洗脚我都不要，去找几个像样的来。靠谁？你叫宝山宝海，美人台湾人，我就想要来个假戏。哎，杨哥有钱呢，咱吃咱个啦，卖钞票。来来来。你过来看什么看，说你呢，过来。我不吃。秋莲，去把他给我抓过来。董少爷是孙武大人的表兄弟呢，哪会当不爱吃？去。阿娘，我不爱接伊啦。不接？董少爷，这姑娘不懂事，我劝劝她。哎，走。我不爱了，放弃。走。放弃了。走。我不爱了。我看谁敢动。走。我不爱了，我不爱接了，我不爱接。你接哪？哎呦，秋莲，给。是。给。啊。对啦，秋莲，想不到我阁会看到你呢。拄只看到你，我嘛足意外。母娘，看到你无死，我足欢喜的。今仔日我若无对伫咧伊后壁，嘛袂看到你啊。要唔过秋莲。是安怎？你会伫迄种所在啊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？我离开王家。是安怎离开王家？好啦，你莫伤心啊。较早，咱两个拢是做人的奴才，无法度决定家己的命运。也毋过，即马咱会当做家己的主人，行家己的路。秋莲，你莫烦恼，先待在遮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母娘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绝对袂用的，让王家的人，尤其是文杰，知影我住伫遮。少爷，走。滚开！现在外面世道开始乱了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去北京。
点收拾东西呀！收拾东西，我们去北京。我不爱去北京。哎，你看这娃娃有什么用？看娃娃有什么用？这娃娃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啊？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你？你看什么看？啊！